南无大慈大悲阿拉多三藐三菩提。南无大慈大悲阿拉多三藐三菩提。南无大慈大悲阿拉多三藐三菩提。各位法友，大家好。在上次的课程里面，我们讲了色的分别、色的等起，还有色聚。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关于色法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色法转起的次第。色法转起的次第，色法 rupa 转起这个 pavati， 那 kamo 就是次第。色法转起的次第，我们先看《色阿毗达摩依论》的叙述。色转起的次第，此等一切色在欲界有情的转起，都可适宜而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欲界，这个28种色，按照情况，按照适当的情况，都可以分别升起。然后在欲界结生的时候，湿身者和化身者，一最多的可以现起，称为眼、耳、鼻、舌、身、性。心所依十法，即7个十法，一最少的，有时候不得眼、耳、鼻、性十法，于是应知他们所减少的聚的数目。好，胎生的有情可得现起，称为身、性、所依十法的3个十法，但有时也不得性十法。在结身后转起的时候，次第的现起眼、十法等。如是，在取得结身的时候，由业等起色，在第二心起身的时候，由心等起色，到达住位的时候，由识觉等起色，在识数遍满身体的时候，由识等起色。这四种等起色聚，在欲界中相续，犹如灯焰，亦如河流，直到受限不断转起。在临死时，到达死心之前的第17个心住位的时候，便不升起夜深色。在第17心住位以前所升起的夜深色，与死心同时转起而消灭，此后即断绝心深色和识深色。从彼以后，识觉等起色，直到称为死尸的存在而继续存在。然后说，如是有情时，再生于后有，取得觉而生，而色又转起。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欲界的有情，那从这个觉生开始升起的色法，还有在生命期间升起的色法。那首先要知道说，欲界的觉生事实上有4种这个方式。这4种方式就是这个湿身、化身，还有这个胎生跟卵生。我们先来看这四种这个觉生的方式。这四种觉生的方式跟前面讲的是不一样的。前面我们讲4种觉生，讲的是说欲界的恶趣觉生啊，欲界的善趣觉生，然后是色界觉生，然后无色界觉生，那是这个4种觉生方式。现在讲的是在欲界里面就有4种觉生的方式，就是有湿身、化身、胎身
跟卵生。这四种结生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就称它为四生。那么就是胎生、卵生、湿生和化生。胎生的意思就是生命从母胎而来，那需要经过母亲怀孕，然后再生产这样的。那卵生就是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生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它只是卵，像鸡、鸟等等，生就是先生蛋的意思。那湿生是属于一种比较低的动物的生的方法，比如像腐肉生蛆，那种蛆那个虫子就是湿生。那一般我们想那个在水里面生的，大概可以叫做湿生。虽然说像鱼，它也是产卵的，可是它那个显然跟那个鸡、鸭啊，蛇。等等那些的产卵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像鱼等等这些应该算比较算是湿生的，其实就是胎生跟卵生它是比较接近的，只是说一个生出来就成型，一种是生出来是不成型的，就是生出来是蛋的，然后再孵化的。然后再来就是化生，化生就是不是经过父母这样结合，然后受孕，然后生出来了，就是跟胎生和卵生显然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化生主要是叶抱成熟，突然就生出来的，不必经过怀孕，或者是经过卵这样等等。前面我们在讲世间的毁坏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最初的人类是化生的。当这个世间毁坏了之后，人那个异界的友情都没有的时候，那么是从这个光阴天在化生下来的。不是，最初的人类是化生的，它不是胎生的。当然之后就是胎生的。然后我们所看到的牛、羊、马等等也都是胎生的。那个鸡啦、鸭啦、鹅啦、鸟啦、等等，他们是那个卵生的。那一些比较低等的生物，那个是湿生的，像这个沼泽里面的啦的生物啊，水里面的生物啊等等，水沟中的生物啊等等，那么他们是湿生的。那个化生的呢，包括这个天人、大部分的鬼，还有所有的地狱的众生，他们是化生的。那一般胎生卵生的，大概我们眼睛比较能够看得到的，肉眼可以看得到的。那有一部分的湿生的生物，它体积非常小，我们也是看不到的，像微生物等等。那个一般化生的那个友情，我们那个眼睛是看不到的，不过这个天眼可以看得到。天人跟大部分的鬼它是化生的，鬼有一部分是胎生的，传说中有一部分是胎生的。那这个地狱的众生跟天神，它一定是化生的。人最初是化生，那之后就是胎生。那么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解决的，因为第一只鸡一定是化生的，因为有这四种生的方式。那么知道了这四种生的方式之后，
我们再分别来看欲界的友情，他在结身的时候啊，这个会升起哪些色法，然后这个生命期间会升起哪些色法，然后再来看这个色界天的，然后再看无色界天的，再看无想有情的，然后啊，这个结身的时候色法怎么转起啊？结身的时候色法怎么升起？生命期间色法又是怎么升起？然后一生之中是怎么样的升起？这个就是这一个单元所要讲的。我们先看欲界的友情，这个结身的时候色法的转起。那首先看胎生的，这里说胎生的友情可得现起称为生性所依实法的三个实法，但有时也不得性实法。此结身后，在转起的时候，次第的现起眼实法等。哦，这里讲胎生，事实上就是包括卵生了。也就是说，胎生跟卵生的友情，在结身的那一刹那，那么它大部分是有这个生实法际、性实法际跟这个所依实法际，也就是那个心实法。新实法记，那么这个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哈，前面已经有讲过。但是有时哈也不得性实法，那么有时候呢，他并没有性实法记，也就是说结身那一刹那，大部分的这个胎生的动物，他性别都就决定了，但是有的情况比较特别，它是不一样的。譬如有些身为黄门的，你说天生是没有性别的，也没有男根，也没有女根。还有，譬如说有些爬虫类，像鳄鱼，我们都知道说鳄鱼它产下的卵呢，那时候，就是还不知道它的性别，要看这个它的卵孵化的温度，它孵化的温度。听说是如果大高于34度，那会是雄性的，那如果是那个低于30度，那它的是会雌性的。所以还听说像鳄鱼去产卵，那它好像就是会把它分成两部分，就是一部分让它比较是太阳晒得到的，那一部分呢让它是比较太阳晒不到的。这样它才能够那个性别才能够比较平均，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结身的时候，它的那个性别是还没有决定的，是没有性实法际。好，那一般胎生的友情，那么在这个结身以后呢，那么是只有在结身的时候只有这三个法际，那么在生命期间才慢慢升起这个眼实法、耳实法。鼻实法、身实法等等，那么对于人类就是这样的哈，事实上啊，大部分的胎生跟卵生的都是这样，这样哦。那么像那个卵生的，我们说前面有提到过，说那个鸡蛋啊，我们说看它有没有受精，我们就对着那个光线照啊，有受精的。它的那个就会有一点红红了，那个就是看到这个心所依处色。这是关于这个胎生和这个卵生的友情。关于欲界私生的友情，事实上这个私生的一定是在欲界才有，色界以上一定是化生的。那私生的友情呢，那么在结身的时候最多是只有七种实法际，那么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性跟这个心所依，这个七个实法际。但最少的时候没有眼、耳、鼻、性实法际，那么事实上就是只剩下这个舌、身跟
心所依三种十法具。那么有舌头有舌，那么就是为了吃，因为吃生的一般是比较低等的动物，那么一定要吃啊，那一定要有身体啊，所以是那个舌身以心所依十法具。那他们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鼻子，甚至就是没有性别，这是比较低等的这个师生的。关于欲界化身的友情，这里虽然把师生跟化身写在一起，那么事实上这个欲界化身的友情呢，它是包括了天人、鬼、阿修罗，还有那个地狱的众生。那么这一类的众生，他的生命一开始就具足了眼、耳、鼻、舌、身、性跟心所依处是这七种十法具，是他们是一下子就变出来的，是化身的，不必有父母，不必像人类这样从这个怀胎，然后这个慢慢慢慢再成熟再生出来。所以那这是因为他们的业的关系。那么他这个欲界的天人是有性有性别如果是男性当然就是男根色，女性的话当然就是女女根色，就是性十法具男根十法具跟女根十法具。介绍完了这个欲界的四身就是胎身、卵身、化身、湿身之后，我们可以用色阿毗达摩议论表解的这个表来复习一下像这个异地，这个异界善趣地，如果是人，我们知道说结出的时候是化身，但是之后就是胎身，那么他结身的时候产生的色法就是有三种十法具，心色十法具，这个身十法具，还有性根十法具，或者是两种十法具，就是只有心十法具跟身十法具。因为刚刚我讲说这个有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性十法具，在生命期间产生的色法，没有业障的人可以在出生后继续成长，产生转起八种这个十法具含这个命根九法具。那这个身盲的人就是缺眼十法具，身聋的人就缺耳十法具，那没有鼻子的人就缺鼻十法具，非男非女者是黄门，他是缺性根十法具。那如果是欲界的天神，就是六欲界天，那么他是属于化身的那么他结身的时候是有这个七种十法具跟这个七种十法具，就是心十法具、身十法具、性根十法具、眼十法具、耳十法具、鼻十法具、舌十法具在生命期间会升起八种十法具的色法，就含命根九法具那我们知道这个八种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心十法具。那这个男根色或女根色应该只能有一种那就七个，然后再加上命根九法具，那么就是八个，就是这个八个刚刚的这个八个也是一样如果是欲界恶趣地是畜生那他可能是胎生、卵生或者是湿生，在结生的时候可能有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只有两种十法具，就是缺少了那个性十法具，像鳄鱼的卵它性别还没有决定，所以它就只有心色十法具跟身十法具，或者是就跟人类一样，因为它是胎生的，那么就是只有这个心十法具、身十法具跟性根十法具。但是湿身的话呢，他可能就是眼、耳什么都没有，那么只有身十法具、
心十法句跟舌十法句，舌头一定是有的，舌头一定是要有的，那么那个性根不一定有，所以它可能只剩下身十法句、心十法句跟这个舌十法句。那么这里写的两三种十法句啊，可能是这个它可能就指的是这三种十法句，还有呢这个另外的那个心十法句、身十法句跟舌十法句，所以这里写的这个三十法句两种，可能是这个这样的意思。然后在转起的时候，生命期间，畜生在出生后继续成长，转起八种十法俱设法啊，含命根九法俱，跟前面一样。另外没有性根十法俱，如黄门。那么这个二根则就有一点疑问啊，这个二根的话就是它指的应该是雌雄同体啊，但是是不是有性根，这个是不是有男根跟女根，这个就就很难说哈。那么这个心色十法俱是心识的依靠处，他们处在心脏中，当心脏没有形成时，他们处在肉团中啊。如果是欲界恶趣地轨道的话呢，那么它是那个化身啊，地狱也是化身啊，轨道跟地狱，我们说大部分的轨道还有所有的地狱它都是化身啊，有一部分的轨道是胎生啊，他们一化身就是会有七种十法俱，心色十法俱、身十法俱、性根十法俱、眼十法俱、耳十法俱、鼻十法俱、舌十法俱。那在转起的时候，就是有八种十法俱设法，含命根九法俱，这跟前面一样。接下来的这一段讲的就是那个欲界的色相续流。事实上我们在前面讲色法的等起的时候就已经有讲过了，我们再把它看一下。他说如是在取得劫身的时候，由业等起色，那么在第二心升起的时候由心等起色，到达住位的时候由十劫等起色，在十数遍满身体的时候由十等起色，这四种等起色聚，这升起的色聚，在欲界中相续犹如灯焰，亦如河流，直到受限不断转起。好，那么就是这里所讲的，在劫身的时候就开始有业身色。那么在这个第一个有分心，就第二个心，也就是第一个有分心的身位的时候，就开始有心生色。那么在这个劫身心的住位的时候开始，就开有那个十劫生色。那当时数到达这个全身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十生色。那么指的就是这一个，指的就是这一个。然后是业生色、这个心生色，还有这个十劫生色，还有这个十生色，他们的色聚里面的火界和食宿都会不断的产生下一代，这样。然后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就是一个色变，然后我们整个身体就可以看得到色法的相续流，这个就是色法的相续流。在临死的时候，到达死心之前的第十七心住位的时候，便不再升起业身色。就是说在第十七心住位以前所升起的业身色与死心同时转起而消灭，此后即断绝心身色和死身色，从彼以后十劫等起色直到称为死尸的存在而继续存在。好，这个就像这边所说的，在这个死心算起，从死心算起的第十七个心的身位开始
啊，从身位那里产生的业身色之后，就不再产生业身色了啊，因为在这个死心前第十七个心啊，从死心算起哦，这第十七个心身位的时候生的业身色，那么刚好在死心灭位的时候结束，所以说这个最后一个心，最后一个业身色，它是在从死心算起第十七个心的身位的时候生的，那么到第十七心的住位开始，就不再产生新的这个业身色了。所以在这里产生的这个业身色，那么跟死心同时灭尽。那么如果是十劫身色的话呢，那就是他这个会继续生下去。那如果新身色的话呢，那么死心的这个身位生了这个新身色之后，就不再生了。那有一个说法说，阿罗汉的死心不再心，不再有新身色，就是阿罗汉的死心不会有新身色。那一般凡夫啊或有学，那么他的死心还会有这个新身色。那么关于这个死心的说法，其实就是有一点不一样啊，有的没有确定说有学或者是凡夫死心会不会产生新身色啊。如果在死心的身位还会产生新身色的话，那么这个的新身色就是在死亡之后啊，在死心之后的第48个小刹那，那个新身色才灭尽。因为色华的寿命是相当于17个新世刹那，也就是51个小刹那，那么在死心的时候就经过了3个小刹那，所以说新身色在死心之后的第48个小刹那，那么就灭尽了。那么如果是十劫，那个十身色，十身色就是到死心的这个的死心的灭位之后啊，那个十身色也就不再生了。那么表示说，那个十身色是在死心之后的第这个50个小刹那灭尽，因为他在死心的这个灭位还有那个十身色，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如果十劫身色的话呢，他就可以延续相当一段的时间。好，这个偈颂就是总结刚刚这里所讲的这个欲界这个的色相续流啊，欲界有情的色相续流，就是如是有情时，再生于后有，取得劫而生，而色又转起啊，在劫生的时候色华转起，在这个生命期间色华又转起，然后直到死了。然后又结身，这样就是色香续流。那接下来看的就是在色界的世间里面，其次于色界中不得鼻舌身性十法及十身色聚，是故在他们结身的时候，仅得眼耳所依三个十法及命九华的四类业等起色，有转起的时候，则得心与十劫等起的四个色聚。就是说，在色界结身的时候，它是没有鼻舌身性十法聚跟十身这个十法聚，那么就是结身的时候只有眼耳跟心所依三个十法聚，还有命九法聚，这总共这个四类的这个色聚。那么这个虽然说没有鼻舌身这个十法聚，但是听说有那个鼻子的形状、舌头的形状，还有那个身的形状都有的。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眼镜色、耳镜色，但是没有鼻镜色、舌镜色、身镜色，就是可以看、可以听，但是
不能这个闻味道，不能这个尝味道啊，不能这个有不能够有这个触觉啊，不能够感受到这个有触觉啊。哦，那因为有眼有耳，所以他们也能够闻法啊。当佛陀到这个天上说法的时候啊，他们是会来听的，会来听的。这里说有转起的时候，则得心以时节等起的四句，这个业经所补充的这的四句应该要删掉。这个意思应该是说，在生命期间，他也有心生色跟时节生色，当然也有这四个色句啊，哈，就是那个眼耳心所依，还有这个命九法这四类的色句。那还有呢，这个心生的色句跟时节生的色句，好，是这样。那这个后面这个要把它删掉，因为它不会有那个时生色句啊，也不会有时生色句。那当然业生色句就是一直延续下去啊，因为这个眼耳心这个这些还有命九法这些都是业生色句。所以说这个的四句这个应该要删掉，因为它不会有时生色句。那无想有情更不得眼耳所依即生，同时也不得一切心生色。是故彼等无想有情在结生的时候只有命九法，在转起的时候除了生亦得其余的时节等起色。这就是说无想有情它是眼耳所依跟声音也都没有，同样的也没有心生色，所以结生的刹那就只有命九法具。那结生的刹那只有命九法具升起，生命期间呢，除了没有声音以外，那也会有其他的时节声色，就是没有声音，但是会有其他的时节声色。如是当知，在欲界、色界及无想有情三处中，有结生与转起两种色的作用。那么至于这个无色界就不用谈了，因为无色界它根本完全没有色法。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复习。刚刚我们看过欲界，现在色界呢？他那个初禅天到第四禅天，他一定是化身的，那么就是四种实法具。结生的时候就是四种实法具，就是心色实法具、眼实法具、耳实法具及命根九法具。在生命期间，就是转起，它有四种实法具的色法，就是这四种。那么刚刚讲说，还有心生色跟这个时节生色。那么由色法的种类，我们就可以辨识化身的欲界众生，或者是色界的众生。我们知道欲界天的天神跟色界天的天神，他们都是化身的，但是欲界天的天神，他们有这个眼耳鼻舌身心，还有这个性等十法具，但是这个色界天的天神只有眼、耳跟这个心十法具，当然命跟九法大家都有，所以我们可以从色法的种类来辨识化身的欲界的天神跟色界的这个天神。如果是无想天，它一定是化身的，它就是只有一种这个九法具，它这里写十法具是错了，它就是只有一种。命根九法具总共是九个法而已，那在生命期间也是只有命根九法具。那么如果是这个无色界地，那么结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色法，当然从空无边处到非想非想处都是化身的。那生命期间，这个无色界的众生虽然没有肉体，但是他们的存在及心念啊，可以被这个具神通者知道，所以他是完全没有色法，连心色也没有，但是是有意识，但是有意识有心念，他们的心就是不必靠心所依处色升起，是无所依的，是无所依的。
身在无色地，也就是无色界天的这个天神，因为连眼耳都没有，所有的色法都没有，所以他们是没办法闻法的，就是所以称为八难之一。像佛陀在讲转法轮经的时候，想说有无数的天神下来这个听法，那么这个在证得果位的，这就是人间证得果位的啊，这只有那个阿耨乔传主，那么其他的有无数数十万个都是天神，他们这证得果位，但是这里面呢就没有无色界天的天神，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闻法。但是如果是这个这个还没有投身到无色界天之前就已经证得出果的，那他是投身到无色界天去的话，他是还可以继续修的啊，就是他可以证得阿罗汉。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凡夫投身到无色界天去，那么他真的就是八难之一，因为没有办法听闻佛法，因为听闻佛法一定要靠眼睛或者是耳朵，所以他就连这个出道出国都没办法证，那么就是属于八难之一。但是要知道，就是如果他是已经这个有出道出国了，那么再投身到这个无色界天去的话，那么他就还是可以继续这个进步的。最后这个偈颂，他就是做一个总结，他说欲界28，色界23，无想诸有情，得有17色，于无色界中无有任何色，结生时不得生与变化色，老性无常性及二表色，在转起之时可得一切色。那么这整个就是色转起的次第。那么就是说，在欲界的话，按照情况，28种色法都可以得到。但是像我们人，实际上最多只有27色。为什么？因为只有男根的话，就不会有女根。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就只有女根，不会有男根。所以我们要讲是依据情况，那么28个色都是可能得到了。不过要知道，这个男根女根它是不可能同时得到。那色界就只有23种色法。那么这23种色法，就是因为色界呢，它没有鼻舌身啊，没有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所以要扣掉这三个。另外还要扣掉这个，还要扣掉男根、女根，因为色界它不会有这个男女之分，色界天的天神是没有男女之分的，欲界天的天神才有男女之分。所以他要扣掉鼻、舌、身、男根、女根，所以就是23个色法。那这个无想诸有情，就得有17色。那么无想诸有情，就还要再扣掉这个鼻、舌、身，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那只有命九法，那还有呢？他也没有这个，没有声音，所以声音要扣掉，然后还要扣掉这个声表、语表，还要扣掉声表、语表。这个色界天的天神，他虽然没有鼻舌身，但是他是可以有声表、语表。但是这个无色界天，无想有情，他声表、语表都还要再扣掉。所以就是说，这个23个色再扣掉鼻、舌、身，然后就是还有声音，还有声表、语表，所以再扣掉这六个，那就是只剩下17个色。那这17个色是什么呢？这17个色，那就是说它有那个
命九华嘛，哈啊，命九华就是这个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还有命根，那这样就是那个九个嘛，啊九个再加上这个空界就是限制色，还有那个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事业性，还有这个色积聚、色相续、色老性、色无常性，这八个就变成十七个。因为这个无想有情在生命期间，它也可以有十劫生色生起。那有十劫生色生起的话，那就可以有那个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事业性，啊，也就是说，它的命九华再加上那个非真实色的十个里面，扣掉身表和余表这八个，啊，就是十七个。然后在无色界中没有任何色，那么在结身的时候，它不会有这个声音变化色，那这变化色就是那个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事业性，然后其实变化色就有包括身表和仪表，所以原文里面它并没有写这个二表色啊，不过这个叶君又把它加进去了，没关系哈，就是结身的时候不会有声音，然后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事业性，然后色老性、色无常性，以及这个身表和余表，也就是在结身的时候不会有八种色法，就是声音，然后这个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事业性，还有身表、余表，还有色老性、色无常性。那也就是说，结身的时候可以有二十种色法。实际上结身的时候只能有十九种色法，因为他如果是有男根就不能有女根，也就是说结身的时候最多是十九种色法。因为男根色、女根色结身的时候最多只能够有一种，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结身的时候不能够有八种色法或者是九种色法。那结身的时候可以有这个二十种色法或者是十九种色法，这个原因就在于这个男根色跟女根色如果有的话，一次只能过其中的一个，那么在生命期间就适宜的可以得到这个一切色都可以有，那么这个就是色转起的次第。好，我们再很快的把这个经节念一次，作为这个单元啊，色法的最后一个单元的总复习。这个色法转起的次第，在欲界里，根据情况与生命期当中，能够毫不缺少地获得这一切色法，但是在结身的时候，对于师身与化身的友情，最多只能有七种十法俱生起，就是眼、耳、鼻、舌、身、性与心所依处十法俱。最少的时候，有时则不得眼、耳、鼻、性十法俱。当如是之色俱会如何减少？那我们知道说，这里如果不得眼、耳、鼻、舌十法俱，那么就是剩下的就是这个舌、身跟心十法俱。对于胎生的友情，在结身的时候有身性心所依处三种十法俱升起，然而有时候则不得性十法俱，此后在生命期间则会渐次升起眼十法俱的。那么胎生就包含卵生，我们知道说在结身的时候有时候是没有性十法俱。好，那么注读说明说，这一篇关于在不同的生存地里以结身及生命期升起的那有哪一些色俱啊，根据佛教出生的方式有四种，就是卵生、胎生、湿生及化生。
师生的友情包括了某些下等的畜生，一般上肉眼是看不到化身的友情的，而多数的恶鬼与天神都属于这一类。那我们知道说可以用天眼去看到、哦、这个恶鬼跟天神。那上文里提到的胎生的友情就已经隐喻式的包括了卵生的友情，那色相续流就欲界的色相续流、哦、如是在欲界以四个方式升起的色相续流，就是业生的从结生那一刹那开始，那新生的从第二个心识刹那开始、哦、第二个心识刹那的这个身位，也就是第一个有分心的身位，十劫生从劫生心的住位开始，因为劫生的时候就有那个业生色啊，这个业生色到这个到达住位的时候就开始会有十劫生色啊，十生的从十宿营养传道的开始，有如灯火或河水之流一般不断地流下去，直到生命结束。但是在死亡的时候，在死亡心之前的第十七个心的住时开始，业生色就不再升起。这个是要从死亡心开始算的哦。死亡心算第一个，那么到第十七个的话，它的这个住位开始就不再有业生色。也就是说，身位是一生里面啊，第十七个心的身位是一生里面的业生色最后一次升起。那么在之前升起的业生色会继续存在，直到死亡的那一刹那，然后就灭尽。随后新生色与十生色也灭尽，此后在尸体里只是由十劫所产生的色相续流。那、啊、我们说，一般上新生色是在死心灭尽之后的第四十八个小刹那全部灭尽，那十生色是在死心灭尽之后的第五十个小刹那灭尽。那十劫生色的话呢，它在死心之后还可以持续相当的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有尸体的头发或指甲可能还会在增长、啊、如是有情时，再生于后有，从劫生开始，色华又转起。那么在色界呢，在色界里并没有鼻舌身与性识法聚集十身色聚，因此对于那些色界天的友情，在结身的时候有四种业身色聚升起，就是眼耳与心所依处三种识法聚，还有命根九法聚啊，在生命期间也有心身色及十劫身色。那么由于色界天的友情是无性的，所以没有两种性识法聚，虽然他们也有鼻子、舌头跟身体，但这些身体的部分并没有各自的净色啊，是有那个形状，但是没有那个净色。比如说有身体的形状，但是它不会有触觉；有鼻子，但是它不会闻和味道；有舌头，它也不会尝好吃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必吃东西啊。那么以无想有情，眼耳心所依处以声音。也都没有，同样的心身色也都没有，因此在他们结生的那一刹那，只有命根九法聚升起。在生命期间，除了声音之外，也有其余的十劫声色，就是说没有声音，但是会有其他的这个十劫声色。总结就是，如是当初在欲界、色界及无想有情三处的色法，在结生的时候，以在生命期间这方面的转起，这上面就是讨论这一些。那么在欲界里有28种色法，在色界里有23种色法，以无想有情就是有17种，啊，在无色界就完全没有色法。啊、那么这个23种，我们要知道，就是28扣掉鼻舌身，还有男根女根啊，这个无想有情的17呢，它就是在扣掉这个眼耳，还有这个心所依处色，还有声音，还有身表语表这六种。那么在无色界就完全没有色法。啊，在结生的时候没有声音、变化色、色老性及时，也就是色无常性。
也就是说没有声音，还有这个变化色。那我们知道变化色是包括五个，就是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嗜悦性，还有声表、语表，五个。所以结声的时候没有声音，还有这五个就六个，还有没有色老性及色无常性就是十，就是不会有这个八个，这一个加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不会有这个八个。事实上这个如果有男根就不会有女根，有女根就不会有男根。所以说结生的时候没有八个色华或者是九个色华，也就是结生的时候可以有这个十九个色华或者是说二十个色华，那事实上实际上是十九个而已。在生命期间则没有任何色华是不可得的，所以任何色华都会升起，那么这个就是色华转起的次第。